南美洲是旅游版图上面最值得探索的区域之一，充满着神秘的古文化、丰饶的大自然生态和独特的城市风情。不单止很多资深旅游人想拓展的处女地，近年亦都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旅客向往。拉丁文化色彩热情奔放，缤纷多元，有嘉年华会、雷鬼、探戈、强烈的节奏和纵情的摇摆，带给人民绝妙的冲击和感动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8:30粤语二台《天下纵横探》，有一种靓叫南美，有一种情怀叫拉丁。